先生笔下天下英雄三次华山论剑，华山之顶亦是武林之巅。代号至金庸，运用虚幻引擎舞和照片扫描技术，携手华山景区，在游戏中打造实景华山。游戏团队实地勘察，运用照片扫描技术还原华山主峰区、鹞子翻身等诸多景点，并细腻刻画出华山林立的青石沟槽地貌特征。代号至金庸还运用材质设计软件 Adobe Substance 还原了华山花岗岩材质特征。从山岳之巅到塞北江南，从深山道观到西域风光，金庸先生以中华名胜古迹为载体，创作了一段段引人入胜的江湖故事。代号至金庸正式发布金庸武侠名胜计划，携手更多合作方，依托领先的研发实力，数字化打造武侠名胜，弘扬武侠文化。